大家好，又是我 Stephanie 郑振龙。今天我不是要告诉你们什么笑话。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宇宙存在一个世界完全？我知道，那个世界叫地球。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宇宙存在一个世界完全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有所不同？你在说什么？那个世界的人有非常奇怪的打招呼方式。那里的生意人不再用金钱交易。Hello, today special, 你赞我，我赞你。Hello, 今天 best deal 哦，你分享我，我分享你。特别优惠哦，你赞我一个，我赞你十个，减肥产品999。喂，不要不动 Steam 啦，我们在拍短片的嘞，配合一下啦。是，你给我999个赞，我就给你减肥产品。下次写好来嘛，傻傻的。那个世界竟然存着诈抢者。好的，还是哪个嘞？那里的人也不会向你要钱。亲爱的，给我一个赞好吗？亲爱的，可以帮我分享吗？亲爱的，不要再 send get request 给我了。那个世界也充满奇迹和希望。只要这 video 破10万赞，全部人都发达了。只要这 video 破10万分享，全部人梦想成真。究竟那是什么世界？那个世界叫……